业篮球员谢高俊凭阳光外形和六尺三寸身高进军乐坛，将会在篮球场举行首个音乐会。这日他和担任嘉宾的同门施康桥一起彩排，边唱边跳。音乐会举行在即，高俊都很紧张啊。其实今次是真的非常之紧张的，因为始终是、今年我是由一个篮球员啦，轉型成一個歌手，咁就真係比較大嘅一個挑戰，因為今次呢個音樂會都好似變到比較有少少大型啊。尤其跳舞更加係考起高進啦。對我嚟講就真係跳舞係比較難啲嘅，因為雖然我打籃球好似會個協調好啲啦，但係其實因為本身你打波嗰啲動作都係差不多嘅啫。但係相反你跳舞，你會好多 movement 啊，呢啲就係要。好多變化，係同埋個節奏感就更加要慢慢去摸索。要對住咁多人表演，仲係新人嘅高進，難免有啲壓力。Sana 都有向高進教路。因為我自己讀幼兒教育咧，所以我就當我自己要上舞台嘅時候，即係可能對住真係好多人啦，咁我就會當佢哋都係小朋友，咁我就會冇咁緊張，即係下邊可能有啲好勁、好犀利嘅人噶嘛，咁我自己就要即係盡量平常心去覺得啊。我是最勁的，咁就不用擔心他哋會怎樣看自己咯。